登青哦，登青哦，我的名字叫做双峰大门呢，今年的是83岁。我开始能撑到杨家为止已经48年了。从开始呢，我的忘了朋友啊、亲戚啊，那还得录取免费啊，别叫我自己熬水机会。我到杭州里村的呢，一个开五年，因为嘛嫩，因为你包两年嘛嫩一斤，这个我用我收倍的工资，就我还讲我个嫩称东西是公本的，嫩那就我嘛嫩包两年一斤的，我不是去我两生，我再好嘛呢，要我十倍我都分好分嘛嫩。我的是爱拍爱啊！我按国家规定，一斤称具的能少少人，不能够超过。能撑啊个小人，我必须要能标准，必须给我量身抓了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挑江山，一而又，你就是定盘的星。